岁的彭姓阿妈，她明明年轻，当时觉得非常的离奇。讲说一个红色穿红色，红衣小女孩，再把她带上，她怎么喊怎么叫，别人就没有注意到她。对，这就是她在某些那个区域里面。是，对，然后像这个喊着你的名字，你就要小心喽。何志伟。我叫阿伟的名字，我叫阿伟的名字。